我哋嚟到中環開始遊戲啦。嚟到中環就梗係接受呢度嘅任務啦。中環咁大，去邊度先？嗱，陣間咧，我哋咧就會喺中環呢幾個地方進行任務啦。Let's go！ 司機麻煩前面400米之後轉右啊，唔該。咁我而家咧去緊中環嗰度做任務啦，就剩翻300米左右啫。咁就預計1分鐘之後會到。喂，前面有任務啊，快啲啊！喂，等埋啊！喂，喺呢度咯喎。找到地產好了，你快攞部計數機出嚟睇下，要幾耐先供完層樓？哦，好啊。嗱，假設一個月咧就3萬，一年咧就有36萬。如果咧想買1000萬嘅樓咧，我都要供28年喎。啊，影張相先。OK， 行得。呢個理財數碼遊戲城市定向比賽有好多唔同嘅任務俾大家，大家只要好似我咁攞手機 download 個 app， 去到附近地區就可以解鎖新任務，有啲仲可以帶翻屋企做添。唔講咁多啦，我要入去超市校下價先。喂，我去緊南方園啊，喺邊？我 send 條 video 俾你啦。而家任務就完成得7788啦。听闻最高分同埋最快完成比赛嗰个咧，仲可以有游戏机，其他人仲会有现金券添。唔讲咁多啦，我要去换礼物先啦，拜拜。七，呢个 OK 啦，可以收工啦。到时直播见。